很多人都会问我说，上海到底有哪些地方值得去、值得玩、好吃又好喝呢？其实啊，除了推荐外滩之外，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非常喜欢的思南公馆，以及和思南公馆一条路之差的复兴公园。复兴公园在淮海路与新天地的中间，里面具有年代感的欧式造景以及树木林荫，让人走在当中仿佛去了另一个国度。在都市丛林里逛累了，这里就成了我最爱来的地方之一。走出公园，穿过复兴中路，瞬间来到另一个美丽的区域。我现在在思南公馆。思南公馆这个区域呢，其实它是算是老区，然后重新的复育。复兴中路与思南路附近有非常多的历史建筑，而思南公馆则是在老建筑中仿古做得相当成功的区域。这里许多的餐厅、咖啡厅、bar， 让人在上海的时光更加精彩。